什么名字？企鹅海豹。那边咱挤不上去了，咱什么玩意儿？这儿能看着的。过来。正常人。不照不照片。要飞呀。你就刚刚才那个位置。好的，朋友们，那么在上一周的我们哈尔滨体育馆的一个集积分的一个活动呢，那么已经是开始。外面的小企鹅，我感觉他们都非常冷。从哪看出来他们冷啊？我觉得我冷，我也觉得他们很冷。